姐，我不吃了，姐。来了来了，干啥去？赶紧。我饿了呢，姐。去给我整个硬菜去，来血了，赶紧去。吃吧。能不能干点啥了？黄边啥也吃没吃过，好吃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吃啊！挺脆，多吃。哎，有没有菜了？再整个菜呢？多吃点，来，黄片钱多好吃啊！姐，我不想吃，我想回家。回什么家？吃饱了再走。哎，没吃饱饭就回家呀？再整个菜去，多吃点。嗯。咸菜条啊，脆脑瓜皮，今天呢？吃吧，今天没做菜。那大宝吃，那你让你吃瓜条，给我大宝吃瓜条。啊，这小瓜皮多香啊！你快吃，我大宝也愿意吃。来，大宝，你是不是也喜欢吃？嗯，来给。那孩子在家也护着。嗯，快吃吧。好吃吧？好吃。爸，你多吃点。大闺女真孝顺。我大宝懂事。我去吃点饭啊！给爸点饭吧，你这不愿意吃，我看你啊，啊，这你妈一天呢，太能护了。吃吧，吃。爸吃完了，一会儿给爸补妆。嗯。啊，那行，这样吃。嗯。妈，我爸吃完了。来嘞。吃啊！又跟我整事儿啊！又往里藏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天吃哪个？你选吗？吃这个。你一起吃呗，拿去，一起吃。我忙啥的，你先吃吧。嗯，这个不错呀，成子。哎呀，嗯，嗯，停，干啥？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。那你别吃我的瓜皮。
好吃吗饺子？饺子不好吃啥好吃？啥馅的？我是吃这个，慢慢享受啊。那是吗？行了，给我留点吧。一会儿造没了，大嘴叉子了。这玩意儿你常备的，备了十斤八瓶的啊。这玩意儿啥都能吃香，吃早餐，啊，中午，晚上喝点小酒，能不能长点那个心，天天。老铁们啊，这是脆爽瓜皮儿，微辣咸口的啊，一罐是280克，有喜欢吃的老铁可以直接去拍啊，13.8块一罐。听老师，能不能快点吃？吃个饺子那么费劲，我要吃肉，我都饿死了一会儿。这玩意儿你少整点，给我留点。嗯，这黄瓜皮儿大包脆的，口感特别好。完事了啊！完事，走吧走吧走。总跟我玩玩心眼，天天玩心眼，我看你玩过谁，但我没看着似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不玩点套路不行啊。妥妥的。孩子妈呀，孩子妈，来了，来来吃饭了，快！看我整啥了？哎，这味儿老盖的酸辣粉啊！就你愿意吃那酸辣粉吗？我今天给你整着了，我告诉你，尝尝吧，老盖。酸辣粉不配点鸡蛋吗？没了，你没买呀？没了，就有这咸条子，整点咸条得了。这个让你吃个够啊，23.9块六桶啊，媳妇你就造吧。哎，那味儿不错。干啥的？就你愿意吃那款吗？这选老长时间了，好吃。嗯，哎呀，哎呀，有味儿，嗯，够麻够辣够味儿啊！这叫红薯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粉是红薯粉啊，晶莹剔透的啊，啊，倒点水去，辣辣，你就自己倒去呗，这倒水也让我。看不看见？哎。让你一个也吃不着。嗯，味儿不错吧？这叫酸辣粉，味儿正啊！吃吧吃吧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广告啊。嗯。哎呀，这汤不错。不然放眼睛里，给我拿点纸去。啊？拿点纸，拿点纸，稍微搓点纸去。等着。哎呀妈！都没找着，这纸你塞哪去了？给，你吃东西，你说你小心点，这崩一身，你瞅瞅这一身，还崩在眼睛上崩。哎、你忙啥？你照啥？没人跟你抢。太好吃了！这天，哎呀我去，这小汤都能都喝了。让不让吃饭了？太够味了，这小酸辣粉。哎呀，这小酸辣粉，我跟你说，嗷嗷的。好噎的。我觉得这叫酸辣粉儿，简直了，这味儿太正了。嗯，哎呦，今天不错啊，表现，把碗刷了吧。可算走了，干货来了。妈呀，开门呐！这你姑娘都找不着，都饿死了吗？开门。哎，一天走哪跟哪儿呢？你在这里不跟我说一声，这一天我这饭也没吃，这又吃啥这是？
今天就整点脆炒瓜子。得，吃饭不叫我一声。这个我也没整咱菜呢，这对比一口。妈呀，我一天搁家没吃饭，这那姑娘啥也不管我，这天。那就吃点这瓜皮呗。有瓜皮儿，老脆了，贼好吃。多吃点瓜皮儿呗。你脆吗？吃吧。轻点喽，给我妈留点儿。那大嘴叉子呱呱的全给搂没了。那瓜皮咋做的嘛？啊，丈夫。嗯。吃点多吃点啊。嗯。来，再来点米饭。够了。行了，多吃点，吃饱了啊。吃吧。妈，这也不够啊。这玩意儿整不错。只有再上点瓜皮，没有了。全吃了，没了，饿了。你吃吧，吃吧，赶紧吃。吃饱了吗？行了，回家了。好吧，你赶紧的，赶紧回家吧。不是你干啥呀？我一会儿再走。那你等着。你看这大嘴叉子，一盘全在这搂着。来来来来，坐着。媳妇啊！哎呀妈，这走哪儿跟哪儿，咋又跟这儿来了呢？开门呐！来了来了来了！这啥这是？啊？姐，我妈这啥也没有，就剩那三包苞米了，是不是？不吃拉倒。这苞米咋黑的呢？黑的？黑玉米吗？你这老爸也没吃过黑的啊？没别的菜呀？没有，不吃回家。这他妈这伙食也不行啊！这妈这伙食。那你别吃了，回家。我饿呀。嗯。还没说啊，慢点吃。哎呀，好不好吃？挺甜的，还糯还黏，我真不错啊！啊，不是妈搁哪买的，给咱整点，完了拿冰箱咱回家冻着。慢一点吃，没吃过苞米啊？没上来不搁上水呀？整点水，一溜快去搁上。这苞米。谁家那黑色还甜还软乎还黏还糯糯的啊，这玩意儿我尝尝，一会儿没了。甜苞米啊，吃了。真不错，太香了。苞米糊都要吃了，拿来吧你啊！你没吃过饭呢？没吃过苞米啊？这味儿真不错，孩子。这样，明天我给你买点，别着急，慢慢吃啊！啊！明天我给你买点，慢点吃，回家去吧，赶走赶吃，去吧。都走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别忘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哎妈，白削这几根玉米了，心疼死我了。赶紧赶我吃去吧，我不能走了，我不消停吃。吃啥呀这？哎呀，这话筒都没损吗？不错呀，正宗没损，软正可口还不塞牙，这样放点肉更完美了。